打造易瘦体质，低温是关键。泡热水哈，你们都以为说新陈代谢提升，对不对？嗯，其实不是，等下温度降到16度哦，啊，你的新陈代谢才提升5.7嘛。那喝冰的饮料可以？也会提升新陈代谢，也会。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超市33频道。